是带我们的阿公阿嬷出去外面看一下，去逛一逛，游一游，好不好？好，那 Eric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当初呢会有这个想法，这么特别，用跑车载公公婆婆这么多的零仔零雷，公公婆婆就是我们的零仔零雷，用跑车载他们出去出游，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？我想也是，好像大多这样想吧，因为他在讲。我们每个人买第一辆跑车的话，或者第一辆自己最喜欢的车的话，就第一个人会想到是谁，就是自己家人，把自己家人载上，就是第一个人家人，让他感受到，然后也是会问他，我叫比如说，对啊，妈妈，这个儿子做的还一样的，我也跟他有一个同样的想法，然后今天。公公婆婆在那边，邻家邻居在那边，哇，然后就希望，也希望让他们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的温暖。掌声来给你。